他们奔跑在生命的第一线。救人是我从小心愿。先生，听懂我说话吗？救人是分秒必争的，我的职责是抢救病人的生命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他们的任务承载着生命故事。一定要坚强下来，不能放弃。请你乌龙河一定要救他。除非电击，几乎濒临一段时间，最终会没命的。抢救生命，生死一瞬间。995，2月6号起，周一至五晚上9点，8频道。